peace， 啊靠，他也有 ，peace， 想打，peace。 peace，、啊、找到机会了哈，我敲死你啊！peace， 灰狼，开玩笑，天马流星锤，就你这个小嫩嫩，你想杀我？哦，感谢我们的谢干爹，啊谢干爹，来来来来，我先丢一些石头哈。 怎么那么多棍棒啊？你到底是多爱棒棒啊？你这家伙，这家伙很爱棒子哎！你跟棒子很有缘哦，太靠近敌人的大门，看人家这没什么用，把它丢掉好了，太重，好。 打完快走！为什么移动速度这么慢？叶子长大了。66666，谢谢我们的66668.7 ，OK， 感谢干爹。是不是？我还是虽然平时看起来拱拱拱拱了，该展现实力的时候我不会吝啬啊。 我不会吝啬。他说：“各位浮友，尽量不要在中间峡谷造这个碉堡，不然大家会不好过来。你看，好人还是有的。啊，我们部落的人呢？我们部落人都不见了，是只要死掉之后，部落人就不见了吗？身为管理员，以自己身为管理员。” 啊，管理模式所属权部落所有。对啊，我是玩家啊。奇怪，我的成员都这样消失了。不过根据刚才地图来看的话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比较边边，就是他在那个人家附近，在那个灰狼家附近。我觉得我先想办法，在那边先盖个基地好了。我们一样在上面盖个基地，然后。 找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杀他们家去。我把家杀了，对不对？在那边偷打，不高兴。好，先做点东西好了，做个裤子，做件衣服，做个帽子。走散了，地图上看不到吗？地图上不会显示吗？好了，帽子做好了。 现在还要做那个水弹，哦，看还有熟肉可以吃，是哦。土豆种子，我、哦、现在可以种菜，猎人可以真的改蛮多的。猎人的帽子，好了，我们现在装备齐全。我先把这怪物打挂，爽扫两只。 哈哈哈哈哈！好爽哦，晕了没啊？这么硬？昏迷？这个是吃什么？吃菜的吗？吃过？不知道是不是吃这个？另外一只把它干掉吧。 哎，我卡住了！哎，不是吧？我也卡住了！哎，有人出来！这只还在昏迷，把这我把这只干掉好了。这只没有用。还有龙头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啊，另外一只怎么不见了？嗯，驯养中。
不错哦，不错哦，好，我现在还缺水，对不对？可是水要去怎么获得啊？这边真的很难找到水源啊。地图中间有水源吗？没有毛，动保不管。好，丢个果浆，应该可以吧？这样还要驯服多久？其实蛮快的，我大概放那边放一阵子，再回来拿就好了。怎么自己出来的？盖水井，浇土，坐安就可以骑它。对，我当然想要坐安骑它。吃果实会有一点点的水分，有，所以我刚才一直狂嗑果实啊。果实算是，有点像是说保命用的啦，多少吃一点，至少不会死在这里。蓝色的虫有水可以吸哦，真的吗？那我等下去杀一下蓝色的虫，吸一下它的那个水。房子要盖在哪里？哦，小鼠波波说房子要盖哪里？我觉得盖在这附近可以啊，这附近感觉地点还不错，盖这边好了，可以盖吗？哦，还可以盖睡袋了。睡袋只能够一次性服务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再升一级就可以拿弓箭了。循序渐进，流星锤我还没做过哎。观众朋友说流星锤很强，哦，总算啊！你是谁？看一下，那我们要再多盖几个地基吧。恭喜恭喜，太好太好了，啊，太好太好了，太好太好，总算有点进度了。比起大概几个十分钟之前呢，我们现在进度已经大幅跃升，直接从这个史前文明时代呢，来到了石器时代，不错不错。我们家皮皮跑去哪里了？来这边找我啦！升级是等驯养，没有驯养效率没差，什么意思？哦耶！你说这个吗？比较没什么效率是不是？应该还好吧，反正没差啊，多点东西，尽量搬个东西也好啊。变部落冲突了。不用 RE 就是好的，好不好？别再 RE 了，快受不了了。还不是靠灰狼，什么我靠灰狼？我跟他搏斗，好不好？我跟灰狼搏斗，音速小子在我面前，你抓到音速小子吗？你看过一个人类战胜音速吗？我就是战胜音速的那位人类，懂不懂？什么靠灰狼？我这个辛苦去把他杀死，对不对？彼此互相厮杀掠夺，讲的好像很简单一样。刚好地基丢掉了，对啊，来不及了。耶，十三等可以做什么？还是不行啊，要15等，那我还差一等。好，没关系，很快，好，这一等很快。弹弓也可以做了，到底弹弓比较好还是回力镖比较好？看起来回力镖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回力镖可以一直不断的回力镖，好不好？感觉比较猛一点。但弹弓呢，它就只能弹啊，弹弓只能弹。可是弹弓应该比较准啊，因为它弹弓的射速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应该差异就是在射速上面吧。我猜。好，舒服舒服。弹弓哦，真的吗？所以还是要做弹弓。弹弓很痛。它会让你蛋疼嘛？这我还是明白的啊！我知道，早知道你们想讲什么了，蛋疼嘛，是吧？而且快速传送，还可以传送。这个位置，他们找得到吗？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在45，
45、45、60左右吧。如果你要来找我的话，可以到45、60，好不好？两位靠你们了，你们可以的。黑谷，有有驯养，驯养快完成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找点树吧，找点树。弹弓可以拿来晕人。好，我们来多盖些地基啊！我要等下帮他们两个弄，弄点床位。虽然他们长得很奇葩，正常的人是不想要跟他们一起睡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老皮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，对不对？即便你长得丑陋不堪，但是呢，你可以贡献物资，我相信你就是一个好人。也不是这样啦，好吧？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，所以我们要包容他们嘛。我来多帮他准备几个睡袋好了，以免他们需要用到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多贴心。睡袋，我等下把睡袋给他们。盖床比较好，睡袋只能用一次。很现实的人，大奶妹怎样？刚刚有人，有吗？哦、我真的快渴死了，糟了。我是要下个暂帖给灰狼啊，说灰狼不服来打架。灰狼不服来打架。你看我打，不服来战。靠，好呛啊！被阻挡，可恶！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怪怪的。哇塞！我现在是快热死了吗？都是我刚刚负重。靠！为什么突然变那么热？他说没时间，以后再说。好，你看，也是一个值得让他敬重的对手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，遇到这样如此让他敬重的对手，也是不容易啊。成功驯服了甲龙。假兽。甲壳，怪兽，好，有了，甲兽，给他东西吧。没有他吃什么？他吃蓝色果实，对不对？我要被烤熟了，没办法，这边太可怕了啦。装备齐成，坐安。你脱水了。靠！真的温度超高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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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没地方走啊！还有房子可以躲吗？盖屋顶。好热哦！呀呵啊啊！要盖屋顶哦！哎呀，茅草屋顶可以吗？靠！太热了吧！要死掉了！向灰狼求救，灰狼救我！还说，去死吧你！不行，我们做人要有尊严。这样有用吗？
安尼敢有效？靠，超热的啦！惨了惨了惨了！小鼠波波不行啊，波波，加油好吗？没有用啊！邀灰狼进部落，我刚才有邀他，他就说不加，不加我就跟他打起来了。白果实可以吧？白果实刺会脱水，但会使你脱水。白果实不能吃，会让你脱水。黑果实。没地方装水哦，想办法去弄水井，或找河流，弄水井。水井要怎么做？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水井可以做吗？啊，有哎，需要水泥这个技能。水泥 ？What the？ 水龙头，供水的出口。水泥在哪里呀？居然学水泥。墓碑，研磨器，只能在研磨器里面制作。好，需要水泥了。大型储物箱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好，这样吗？收集雨水。首先你要找到水源。不行啊，我快死在这里了。我们先学一个那个制作马鞍的那个好了。甲龙的马鞍是哪种马鞍？是有它有差异吗？甲龙好像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完了完了，糟了！可以骑吗？装备骑乘没有，不行。怎么办？还有困难。那就是蓄水池。蓄水池有水吗？没水怎么除？要水管。惨了啦！哎，太可怕了啦！你看一堆人热死了。叽叽叽叽。算了，在死之前砍点树木。凑一个简易床是吧？哎，突然不热了！哎，老天帮我啊！谢谢老天爷！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，原本你想说已经没救了。脱水，脱水。给水分了吗？美味。在树下面，没有吧？应该是热浪过了啦，热浪已经过了。你脱水了。树荫底下。所以我现在还是需要去做这个水井嘛，对不对？想啊，我要怎么办啊？找水。证明不要罚树罚过头，没有用啊！一切都是那个没有用，这个吧。可是这个是十字水龙头。它这里面有水的时候呢，可以在直接里面使用水。可是你没有办法啊，你没有水啊，你要有水啊，好不好？水，事物为水，应该没有很难理解啊。我现在需要水，降落伞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降落伞啊！啊，总算有了。有降落伞之后，应该可以让我们稍微方便一点，不会摔死了。太好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我现在床呢？简易的床，我要怎么做床？
简易的床，睡袋是一次性的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小帐篷、木质笼子、墓碑、小型耕地、指南针、阶梯，没有太多用处啊。驱蚊剂、十字墙，哦，这个有点猛。十字墙是不是要学啊？十字墙要学吗？没有啊，没有那个东西可以用。打仙人掌，水袋，我有水袋，我有水袋。好吧，啊有啦，简易床，简易的床，还需要兽皮，兽皮不够了。有人来了，谁啊？灰狼。跑那么快，该死的灰狼，八七灰狼，走开啊！干什么？他发现我家了，糟糕了！而且他发现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我怕他等下会过来把我弄死。灰狼，你这个死鬼！糟糕了，没有仙人掌，对面有仙人掌吗？没看到，跟他要水，人家跟你友善呢，不要，他刚才杀我，兽皮睡袋，好了，我先把这东西丢掉好了，我们做个箱子放里面，储物箱，先做个储物箱，茅草门、墙壁、门框，好了，听天由命。待会我就直接上下去那个洞里面听天由命了，反正就是会死会活，反正我就不知道了。主动打人吗？好。萌新集团，小心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相信他们应该对付不了我啊，好歹我也是个战神。被我剁过的人呢，不在少数啊！这包我都不知道剁多少人啊！他们不要想不开，过来跟我打就好。我已经快死了。不行啊！这样真的会先提早死去。黄果实可以加吗？黄果实，哎，可以哦。Hello， 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打两下。打两下。这吃什么？倒了。雄性。这吃什么的、啊？吃果子吗？我不知道它吃什么哎、欸。紫色果浆，它吃吗？哎、欸，吃。哇，好可爱呀！跳鼠，先揍个两拳，好不好？看看个情况。很可爱啊，不错啊。缺水只能喝掉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不要，你可不要把它吃啦！我要驯服它、啊。哎、欸，人呢？哎、欸，小可爱不见了。小可爱，哎，有了，成功驯服。这个小可爱呢，它会跟在你身旁，然后你可以把它做成这个鼠皮肉哦。哦，看起来不错哎，做鼠皮肉，叫做小可爱哈。备用粮食，靠你们有没有人性啊？跳蛋，备用粮食捡起，给它吃点东西。紫色果浆，不错，放生小可爱，哦，哇塞 ，so cute， 别担心，小可爱救星来了，哎、欸，跟爸爸走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，
水哦，水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开始觉得哎、欸、不错，这个进度都出来了，速度，好，超六六啊，哎、欸、超级可爱、啊，超级六六六，我先把那个龙放在这边啦，因为我要先下去下面，找一些水源，关闭跟随。这样呢？它会在原地移动吗？主动、中立、巡逻模式，现在可以交配。七等，好 ，OK， 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先把这个房子盖完吧。盖完之后，我要去找点水。会乱跑，乱跑。禁用巡逻模式。我要怎么把它改成，就是说不要让它乱跑、啊？哦，谢谢我们的一片仙贝，谢谢仙贝。感谢你，脱水又脱水，最好不要盖茅草，用石头就可以拆了。可是，一开始你没有足够的木头啊，木头不够、啊。我等下先去，等下顺便去伐木啦。我先还是先做个茅草屋啊，不然你看我要盖木墙的话，茅草也不够。我还去采，前面有棵树，主动攻击要关掉。吹口哨，哇，爆了！远古大师，皮粉呢？我怎么知道跑哪里去了？哎、欸。这皮粉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！哎、欸，我的位置我刚才都给你们坐标了，我半小时前给你们坐标，你们现在还没出现，太夸张了！哎、欸，各位弟兄们，好不好？你们怎么一直死掉啊？皮粉87号，皮粉87号，你们两位。我都已经成长起来了，你们还在外面垒啊？这样不行啊！好，等一下啊，我看看木墙，我只能做一片木墙而已，材料都不够，真的很夸张。还好啦，我觉得其实就是，好不好？他们其实也不熟吧？我还缺好几片。算了啦，我先放箱子啦，反正被偷了算了，里面也没什么重要物品，对不对？里面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转移。哦，睡袋留着，木头那些都放进去，反正他们要偷都给他偷，无妨。还有一堆肉。OK， 那我先来做个降落伞，降落伞要怎么做？应该有材料。不然的话，我没办法下去最下面。降落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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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到降落伞的东西啊！降落伞，嗯、欸，降落伞，启用这个降落时候用这个减速，开伞时按跳跃键取消，没有这个玩意儿啊！皮粉不来是因为老皮过气了，OK 的啦，好不好？我欣然接受。啊，要茅草，我要继续拔草。上不来怎么办？上不来就上不来啊，没关系啊，人生总是会有出路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放弃。人生会自己找到出口的。我们先想办法下去再说啊。